文化部推动的艺术银行计划首度踏上北美，驻纽约台北经文办事处展出七位台湾艺术家的作品，吸引美国艺文和政商界人士前来。And I think it's a terrific way for people in New York to get a sense of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art community and in culture in Taiwan. It's a lot of very interesting artwork, and I would.Hope that a lot of New Yorkers come to see it. 我们有这样自己的场地，也刚好能够呈现这么多年轻有才华的台湾艺术家的这些作品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。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把我们在各个领域的朋友、喜欢艺术的朋友，借这样子一个软性的文化的推广的活动，能够结合在一起。文化部2013年起推动艺术银行，扶植有潜力的台湾艺术家，至今已购藏近1800件作品，在各地展出，肩负台湾文化外交的任务。驻纽约办事处展出的部分作品，接下来将移师华府双向园，增加台湾艺术家在国际场域的曝光机会。